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哎哎哎哎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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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几点了？我再三强调过，这批材料必须中午12点给我送到。如果今天送不到的话，后果你们自负。喂，什么事儿？现在几点了？阿姨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苏雪姨，那个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旗袍。你不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会下降吗？我太着急见你了，所以忘了。我服了。离婚请往那边。结婚，我们是结婚。啊，抱歉抱歉，结婚请往这边走。我说的是。还敢笑？我老公有什么不敢笑的？你叫我什么？没听到就算了。哎，别，你再叫一次，再叫一次。不生我气啦？是我眼界太窄了，不就是一件衣服吗？那都算不上什么。我们写意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那可是我老公给我买的旗袍，你不能随意评判。谁买的？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老公。哎哎哎哎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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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填表。好嘞。领完证了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再把这个户口本填得满满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张照片我这么丑，你这么帅？没有啊，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呀。你看，是不是？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，不公平。那怎么办嘛？都拍完了。陪我去婚纱店再拍一组，造型我说了算。走。走。